我操，我们是菜刀。无处可藏。鳄鱼的名字，预判一手。河马西亚也好，到头来都是待宰的羔羊。A Q A， 用小兵挡他一。绕一圈，那我躲了。享受钢铁的滋味吧。去围，去上征服者。不用 Q 回去 ，AQA， 我的一个出招速度 AQA 是特别的快的。干净他，我从不妥协。OK。就想要跟男刀打一个拼攻速的话拼不了，因为 AQA A 一下 Q 技能是可以 重置普攻，就是说我一秒钟之内我 A 了好几下，拼这个伤害是拼不过的，除非他也有这种技能。炮车 AQA 往前躲一下 Q 技能，闪现 AQA， 过来，兄弟，收了吧。蓝枪，我不能追太深，得等一下拉扯技，等一下技能。这个缺不了，我这个线推不了，这线推不完。这是几级龙鱼啊？四级还是五级啊？憋个铁刺鞭吧。刚才那个线推不了了，推住我可能要在线上卡了，卡个一两分钟。回家出装备，这波跟他拼一下。没有机会了。走位躲一下，再往这边翻，再往这边翻。这辅助过来游走太抽象了呀！哎哎哎，收兄弟收！我操！我被追了半路，兄弟，我被追了八条街回来，线没了，你干嘛？我回得来啊，这我直接被压等级，我单杀两次被压等级，你真的假的呀？只有傻瓜。这翻走，啊，奇怪呀，下路在干嘛？别人游走，你在控线，那也行吧。但我就怕他控线 AD 也游走，兄弟们，这老鼠有可能也来了。毫无意义。
心又没了。我操，他溜了我五级半，这打野有点抽象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A 去围，你没大的呀？小孩铁刺兵，他想把我控死在塔下。坏了呀，除了中路对线单杀四次，其他路全劣势啊，这么抽象。但这个边边嘛，我感觉他出来如果来得及会在这里E一下这个草，但不会E很远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300 450，哥，你在？我操！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……这么抽象？这速战速决吧，先锋打工了呀。切一层镀层，加油！他不让吃镀层，我跟他一起毙了吧。阴线在这个位置，毙了是不会亏线的。我出门出得早。队友全是压力怪啊，这没有一条优势的。傻瓜才会
等等，可血吗？伤害可能不够。他喜欢跳舞，跳得好。 A Q A， 没出来，但你已经死了。走位。W 点个数，思路清晰一点，往这边跑。往这边跑，鳄鱼可能来了，他刚避。我在。难枪，慢点。刷了半天，全是不。 负面加持，过来搞我兵线，先锋给对面打。这个塞拉斯敢在那跳舞，他做好了十足的一个把握你们的究极紧绷。 我闪过去，他直接闪，这个反应还挺快。闪现追死他，有吗？无处可藏。我们还菜刀队，主要是。 这一伙他们出装，装备一出，我的优势可能会直接被装备给覆盖掉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一咬半血啊？咬我一口，我得毙了我操！ 有点白给。 也就这塞拉斯好欺负了，现在他已经崩的不能再崩了，但我总感觉他一会还是能跟着打团，打打功能。 越了呢？他们活不长了。走走走走走，这人头得换，不然一会我的装备跟不上了。放2个人头，2个主攻够了。 这波应该是血钻，他干嘛？这个的话，压力就给到我们了。上野2个人不知道能不能处理，不过这个鳄鱼还可以。 现在的鳄鱼好像都出穿甲流啊，他其实不脆，不肉，他要出那种死亡之舞，我可能会很受限制。看他出装吧，我记得出这一套装备要出那个大穿透的，就那个塞瑞尔达怨恨。
如果是要拼爆发，那无所谓呢。我就怕他出肉，我们菜刀。这装备是要出什么？只有傻瓜。看着像星石，可是他已经出了狂风之力了呀。这个 AD 是不是忘了自己出神话装了呀？900的吸血，他要出啥？我感觉他忘了出，剩下的三件装备只能是破败、凝血。感觉他出错了，他的合成路线应该就是星石，巨石短臂、吸血权杖。速战速决吧！哎呀，没抢到，哥，没有机会。这边应该可以抓到一个老鼠，就位。就下来了没？被打断了吗，兄弟？我操，还得等他下来，我一直在给他让位置，你知道吧？我往前靠，等他下来嘲讽对面呢。这他要没下来，我往前那不就是等死？但是他这个也挺关键的，这个盾。来个黑心，1000能拿吗，兄弟？等我来。W 续增幅的，续上了。好，这么快 ？QAW， 算了，追不得。你去上，下路我带过去。不要妨碍。Nice。大龙有点想多了，啊哈！哦，抓人就好。我看这老鼠消失很久了，我以为。我操，兄弟们，我是 Q 的他这个位置，准备一闪的，他爪刀到我身上，爪刀到这个位置，我操，我的 Q 也跟到这个位置了，这么抽象。不过还交了个闪，加油，不得了！啊，我刚才就想了大龙，真没了。我想着那个大龙老鼠消失了，其他人也消失，三个人七人能打，
想着他们会偷的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来猜。没事，我看到落到第十年直接走。用翻墙抵消他的睡眠。无处可藏。走了吧，应该。这个塔我能守吗？等他 W 结束，这个 W 啊，科学，往前面一个 QA， 思路要清晰。好，好打断。翻墙不要翻出去，翻在草里，不然他要偷我蛋。W， 我有重伤。呀哟，坚持一会儿啊！蓝 buff 给我无敌的呀。翻墙，就发表啊！一个平 A， 一个 Q 血，一个平 A， 一个 Q， 躲一下 ，W 减速一下，直接走，不慌的，还没到安全距离，这个位置，不会追到这么远吧？精英波线，老鼠没神。我得避了，等个十块钱。后面那一件装备我还不确定。先杀洛吧。没蹲老鼠，他没闪，但他吃塔刀的同时给他越了。撤撤撤撤撤，他咬我一口半血，我这么肉哥，这鱼吃肉的兄弟们，我顶不住。我难道皮包受苦的？先来个大重伤吧，大重伤，最后一件装备考虑一下。对，我脸上
哎，有点浪啊，兄弟，你怎么敢去对面野区的呀？而且是少打多，这第三条龙给了不就记了？还没记，我不能去，我不能去，我去了大龙，屌了，那真记了，太给机会了，有点，来野区反了。 何不出大劲？何不出大劲？那只能先来个表，躲一下，就让他抢我大招，这个大招够了，这个是一。 看看一这个位置，我还真死了，但我翻墙卡个视野，他没一刀就不会追了。哎，又被开了。当前接二段，咳血中，中亚。 去围死，一清大龙，直接大龙，大龙不用管，兄弟，他没大吧？有大兄弟 A 他，我操！我真的把后排全贴了，给后排冲烂了，兄弟们。 给个蓝！哇，这是刚才莉莉娅第一次死啊，杀人书都被我砍烂了，这是第一次死吗？ 我操，得这么玩才能死啊！莉莉娅可能会配合他们其他几个人抓我。 继续卡视野，这种墙都能翻的。 冲他们脸！小龙兄弟，算了，别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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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哎呀，我都知道，兄弟。你说你们烂什么？那小龙魂没了呀？哎，要回城是吧？
该死不掉。但你家也没拆掉呀，这小兵可以吗？好像可以。快来快来快来！快！给你看血量了，兄弟！一波！哎，太浪了，说真的，太浪了。复活奖，复活奖换羽毛刀，哎，避什么？你补了呀？哎哈哈，你避了怎么来呀，兄弟？你没有，我人傻了。你技能 CD 快怎么了？然后呢？我什么智商啊，兄弟们！他们活不长了，我人傻了。我们是一个多打少，推塔也行。你让他们去二打二，这是我没想到的呀。那我们抓的单没有意义吗？抓的单就是要多打少，你们知道吧？我在等技能，不是我血条太差，我得逼了过来，但他也逼了，抵消控制，再分 W 减速。再走，压力这么大，快走啊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。真的，我化解了多少死亡？对，在兄弟，在，我六秒当，我先拿个红，一波吧，六颗血 ，W 收下，推中推一波。快来啊！这男枪在清兵，我操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
下一步到哪了？哎，我大招去减速他，兄弟们，我去给他人留住，我这队友在清兵，我靠！不然我应该活了。等我个闪吧，这没闪操作不了。 能不能给我存点钱呢？再来个两百块，打个远古龙，好像是可以。无处可藏，没有机会了。 远古龙，20秒，来得及。你这个有点危险啊、哦。 嘲讽错人了，中一波还大龙啊？还想再打一波是吧？啊？还想再打一波？ 有这么有资金，一波吧，求你了，我真拖不住了，真拖不住了，兄弟们，你逼得让一个男刀去开团，逼得一个男刀去开团看视野，不然龙要被偷，我的妈呀！ 你牛，真的是硬拖，兄弟们，给拖到现在。